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那个少林易经洗髓功的那个洗髓大师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们这个洗髓咋洗的呀？咱们这个吸水功属于强身健体、增强免疫力，还有治疗各种慢性病。就是说癌症啥的都能给治好吧？我看你那写的。这个只是说可以给你改善，但是不能完全移除掉嘞。哦，就是说除了癌症以外，别的病没啥问题是吧？那肯定没问题。那说可乐撒衣服上了，污渍能给去掉不？你这个怎么移除掉？你衣服也不能练功。那你们这个买洗髓功送洗衣粉不？这个功法就是改善身体，长期练习，身体就能达到最佳状态。那个李老师，你这个功法是祖传的呀，还是咋的咱们这个易经吸水功是达摩祖师所创的，你知道达摩吗？啊？达摩祖师，我知道啊。那这个功法。就是少林功法呗，它怎么流传到你手里了呢？我有点好奇呀。因为这个功法呢，是当时只有少林寺的高等大师才能修炼的，知道吗？那是高德不是地图吗？就是得道高僧，您知道吧？啊，得道高僧我知道啊，就是一位高德大师呗，是不？用的那洗髓功。持续为您导航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反正那个大师呢，就是得道高僧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那你能学这个功法的话，那你也是就是出家之方丈那一类的吧？不是不是，我们这个是推广部的。少林寺推广部的呗，对对。太奇怪了。那你们推广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同仁部啊？我想学点拳法啥现在可以教的就只有这个吸水功。那你们这也太奇怪了，就是，哎呦我操，就是1688就把那个少林功法带回家了呗。不是带回家，是让您来我们这儿一对一学习。那一对一学习完不能有别的方丈啥玩意儿呢？看着我学这武功把我给废了吧？不会不会，都是大师一对一，知道？这个洗髓到底是啥感觉？洗完之后，说白了就是把你身体里面的污秽就都能给你洗出来，洗出来很舒服，出汗。啊，那你这个类似的这种诊所我去过，就是也是一对一，完有个大师拿搓澡巾咔咔搓我嘛，给我那泥啥污秽啥的都给搓完了，完事汗蒸嘛。那你这不行啊，我老家那边水云天套票才168，你这1800几160几的，你这是不是坑人呢？女大师啊，一对一的。咱们这个功法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德气、行气、运气、聚气、调气，才能改善身体。跟您说的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。你说白了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它是咱们这功就是气功，就是您平常学的那种气功。气功，我打小有接触过气功、柔道、街霸，还有散打，他们统称格斗家嘛，是不是啊？对的，对的。哎呀，我行，那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那个李大哥啊，我再考虑考虑，好吧，我再想一想，完我要练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那您咋着称呼嘞？我姓刘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这边等你回复啊。哎，好嘞。点个赞再走吧。